民国十一年，虚云和尚呢83岁了啊。这一年呀、啊，开始重建华亭寺。这个土在建寺中间，这个土里边挖出了一个古碑啊，有云栖两个字，所以呢就改成云栖寺。有一个程太史啊，叫程优朴的，他把自己的花园呀、啊、送给农林学校，那么就把这一块改这个叫圣婴寺的旧址都改做这个云栖寺的下院啊，就把这块地方啊也是建殿堂疗房啊，又修了太华寺、松影寺，在山下新建了招提寺，改这个村民啊为招提村。有一天呢，虚云和尚正率领僧众和工人啊在后山森林中采木料的时候，就捡获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袱一打开一看，有金银币约值20余万元啊。虚云师傅呢就命人送给政府作为啊赈济之用。大家就都说了啊，既然常住的困难啊，就是寺庙很困难，应该就留在寺庙里边用吧。啊，师傅就说，佛有制度啊，啊，僧人啊不得拾遗财，啊，这个丢掉的这个地方，僧人不能拾，啊，这个佛有制度，啊，现在既然已经捡起来了，就已经就属于犯戒了，啊，如果还归给常住用，那更是非义之财。要是有人发心乐捐自己的净财一众福田，或者僧人啊无良而木化，这个呢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捡到的这个财产应该啊如果归给这个常住寺院啊，我不能接受啊。虚云师父这么一番议论，大家听了都觉得对，于是呢把这个款也拨给这个政府做了赈灾的款。啊，当时他修这个庙，缺钱缺的多了，啊，但是呢，对。第二年呢，又修七众弟子的海会塔，啊，就是去世以后的那个塔，啊，当启功建筑时，啊，去土葬于身，啊，发现了一个棺材，上面啊书写的叫嘉靖四年，沈阳李太夫人。啊，于是呢取出来火化，面目如生，火中呢还烧出了莲花形，啊，就把他这个送入女居士的塔中了。在许多的这个古塔中呢，还有一个棺啊，上面有一个白椅，把这个木头的青饰啊，青饰的地方形状像八个小塔啊，是个八方小塔的样子啊，正好是七层。塔这个棺的前面有一个石碑啊，就记载的是啊，这是道光年间道明比丘的墓啊。这个比丘啊，从幼年这个脚废了，就是残废了，父母呢送他出家，发心去拜这个大悲忏，持观音圣号啊。有一天晚上呢，梦见观音菩萨，啊，令他呀入狱，就是去洗澡去啊，谁也具备了。洗完了以后就看不见观音菩萨，觉得这个两脚舒适，早上起来哎就能下地了，这脚好了，残废就好了，不行像常人一样。从此就是智慧日开啊，因此呢终身持念圣号啊，因为就是这个碑里边记的故事。师父呢就亲自督工啊，海会塔筑成的时候啊，这些许当地这些挖出来很多的古墓的尸骨，都给他分别火化入到塔里边去了，也安顿好。第二年呢，又修金山的主塔啊及七佛塔，共16座，又修全寺的佛像及500罗汉像，圣婴寺的大殿又另筑了大同佛像3尊，再修了西方殿，塑了3圣像。于是大兴土木，修建塔寺。啊，师傅这一辈子好像修了几十座庙。
有一个叫巨型禅人啊，巨型和尚，这个可能咱网上经常有这个人的故事都看过啊。他呢是寻师傅啊，在鸡足山请这个藏经回山传戒的时候，领着全家人，连全家八个人啊，都邀请来出家来。他本人当时呢才20岁，不识字，耳又聋，啊也很丑，貌很丑，每日干嘛就种菜苦行，夜晚上了就夜里观音菩萨啊，拜观音菩萨，精进向道，啊后来呢就出外参学。虚云师父至到了云栖寺呢，这个巨云和尚呢也跟着到了云栖寺，就还是种菜苦行，啊这一年开戒。啊，师傅啊，看见他呀，密行难得，请他做尊证。啊，比丘戒过后呢，就告假到下院去了。一日午后，啊，这个巨型和尚，啊，就往这个到这个圣婴寺大殿的后面，自己啊把这个柴火啊拢了拢，披着这个袈裟啊就坐在上面，左手啊执这个引气儿，右手敲木鱼，面向西念佛，自己放了一把火烧了。寺中呢数十人啊，没有一个人听到见到不知道，墙外的人看到里边放大火光了啊，进来看又看不见，一直到了殿后就看见，才看见这个师傅啊坐在这个土灰上不动，衣物如常啊，衣物没被烧了啊，就是木鱼和引磬的饼给烧成灰了。下院僧众呢赶快就报告了这个虚云和尚啊，虚云师父呢因为有这个菩萨戒还没有圆满，不能下山，就写了封信给当地的这个财政厅长叫王竹春居士的啊，托他们来代办料理。这个王厅长啊见了这些奇异的事儿，就报告给这个唐继尧这个总督了啊。唐总督呀、啊、领着全家来参观，进前要取这个引气儿啊，一取这个全身啊一下就倒了，就变成一堆土灰了，就啊实际已经用火他自己的三昧真火已经啊焚化了，只不过是表面没变啊，一动他就整个人变成骨灰了。一时呢就感动众人，大生信心啊。这个唐总督呢也提倡有政府啊为办这个追悼三日，三里者数万人啊，你看这自己是有把握的，他自己知道往生了，坐在那儿自己也不让别人管了，自己烧了得了。云栖寺呢在昆明城西的山势里，有碧鸡山、华亭峰，原来的名字呢就叫华亭寺，左正太华山峰，右带碧鸡山右，前往昆明池啊，航船往来期间啊好像游在大圆镜中啊，东侧呢可以望见红山，一峰独秀，蜿蜒如城，五色彩云啊排列空际，形似宝盖啊，万木萧声，双塔掩映其间，这样秀丽超拔的风景啊很难形容得出啊，真是建造梵语宝刹最相宜的地方。这个华亭古刹呢起建于元佑根生啊，为元丰玄通和尚所建，可能是元旦的事儿。这个巨刹继承，古庙继承，继承主持者啊，都是有道高僧啊，都是像啊，都是有道高僧啊，明朝呀、清朝呀啊，这些都是有道高僧啊。到了咸丰那些年代以后，这个云南的佛法慢慢的衰落了，冰火结余啊，就闻不着戒定慧这些学问了。林木寺田啊，都让变成了名产。一直到民国9年，虚云和尚啊，应这个唐继尧总督的招聘，才有鸡足山住圣寺啊，来这儿主持啊，改名叫靖国云栖寺啊，有师傅啊苦心经营啊，慢慢的重建。
用不了几年又恢复了这个古刹庄严了。啊，他这里边有一个评价，就说师傅呀，啊，虽然说是有当时的总督呀，啊，他们这些外户，啊，他们有很大的功劳，但是若非师傅超然力扬名门之外，啊，主持这个事情也难成功呀。可见天下事啊，无巨细，啊，无大无小，事要在人为，啊，只除却名利，则无有不成者，当可以虚实为示范者啊！这是啊，啥是在人的，有自己的发心，这里边也有具体的这个工作啊。就刚才说，学的中间他捡了好几次巨款啊，啊，要咱们这用呗，反正这见面啊，也不是给自己，啊，但是这里边是很清楚，因果啊清清楚楚啊，是谁的给干谁去，不要，啊，没人的。这个财务就给这个政府去赈灾去啊，不用。所以说这里边还提了个很重要的理念，叫进财布施啊，不合适的财你布施了，恐怕也没有什么功德啊，没有什么福德。那，这个里边从师父这个修这个庙啊，建了这么多的庙啊，咱们大家也得学习，我们平时日行一善啊，帮助别人啊，也要学习这个精神啊。我们倒不是说一定要建寺院啊，或者说什么，对任何事情做，我们也要清楚啊，清清楚楚，因果明白。啊，只要我们量力而为，先从小做起，一点一点做，啊，慢慢的积小成大，自然啊，我们就会到一定程度，有了智慧，有了福德。啊，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成，慢慢的来。元庆寺呢，重建完成了以后啊，于第二年是民国14年了。重建以后，虚云师傅啊在寺里边讲经毕呢，讲经完了，在禅堂就起了长期了啊，打长期也是打气，禅宗的打气。寺里边这个地方啊，山场很广，丛林过密。师傅呢就请周围的村民，附近村民啊，指定区域啊，种类啊，让他们和寺里的僧人一块儿来采伐啊，各得其半，村人啊都很欢喜。第二年啊，这个云南事儿又多了啊，兵呢，当兵的又多住在这民房里面，互相保安。等到秋收稻熟啊，这个村民都害怕当兵的，都不敢去收啊，当时可能有打仗。虚云师傅呢就仗义啊，到这个军部去给他说去啊，约好了，就凡是有僧人啊领着这些农民去收稻收谷的啊，这些当兵的就不阻拦了，不阻挠啊。所以当地这些书签乡人都来到寺里边住了，哎，僧民共甘苦，开头呢就一块吃干饭，后来一块喝稀饭，没得吃，后来呢一块吃糠啊，老百姓呢被感动的掉眼泪。等这个军事略定了以后，农民才搬回家住。所以后来啊，老百姓都共同维护寺庙啊，都是出于至诚的。15年建期中啊，殿前枯梅啊竟开了白莲数十朵啊。更奇怪的是，前后菜园里边所有的青菜全部开出了青莲花来了，并且每一个花蕊中啊，如好像有一个立的佛像啊，都是不可思议啊。这都是虚云和尚啊微者的感应，见者闻者莫不欢喜，叹未曾有啊。那当地还有一个居士叫张卓先，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云栖菜梅祭瑞》啊，这一个啊祭这事儿。所以出家呀，可不是说我躲在庙里边我啥也不管啊。对，当然我们是在家居士，我们也是这样，一视同仁
啊，可不是说我在家里边就不管别人了啊，或者不管别人，是量力而为，尽心帮助，啊，不能够有分别。虚云师父于十七年呢，为了募集这个圣像的款啊，与王九龄居士一块呢到香港。师父那一年已经89岁了啊，这个时候呢，陈敏书主政这个广东的啊，派人啊把师父接到了广州，住在颐养院一块啊，由白云山门人寺。这个陈敏书呢，请师父啊就住在潮汐的南华寺啊，这是六祖那个祖庭，禅宗祖庭。师父呢不容易，没答应啊，又到了厦门，转往福州，回鼓山讲经，因为鼓山是他出家的地方啊。讲经毕，又到宁波的阿育王寺拜舍利啊，又往南海朝普陀山，由文智和尚陪到了上海，住在香山庵的龙光寺。啊，这一年年底，鼓山的达公和尚圆寂了，派人啊到上海和师父商量，师父呢就在上海过了年，啊就又回到鼓山了。当时海军部长兼福建省主席叫杨树庄，啊和前主席呢方声涛，啊率领官僧呢恳请师父啊主政鼓山。啊，师父因为这个鼓山就是他呀出家剃度的旧地，啊，缅怀祖德，义不容辞啊，所以就接受了。师父在鼓山一年以后啊，这个诸事就整理了啊，也挺费劲啊，因为这个出家里边这个寺院啊，哎呀也挺麻烦啊，没有这个严格制度，慢慢的又也就有很多弊端。这样整顿啊，有了头绪了。第二年的春届，就请文智和尚啊做结摩。这位大众呢讲这个《梵网经》，方丈史前院中啊，原来就有一个凤尾铁树两株，啊，据传是一株是闽王手植啊，当时福建的闽王手植，一株呢是圣鉴祖师手植的，啊，都是唐代至今千年的植物了，每年长一两个叶子，向来没有开过花，相传呢。在千年放开啊，在戒期中两树突然开了啊，突然满开，远近多来参观。文智和尚还写了一个小文啊，用来纪念这个事儿。到21年鼓山春戒期间，忽然来了一个老者啊，须发皓白，容貌清奇，来时呢就一直啊就往方丈室跪在师父面前求戒。师父就问他姓名啊，说姓杨，在福建南台桥人啊，但是新界中呢有一个叫妙中的，也是南台人啊，就是没见过这个老人啊，一直到这个菩萨戒圆满发给戒典以后啊，就不见这个人了。后来这个妙中师回了南台，到了龙王庵，看见这个坐像，就忽然想起这个同戒的老人了啊，貌相啊相似，而且这个神像手中就拿这个戒典，在握在手里边，所以一时就轰动了南台，都说龙王也来求戒了。虚云师父啊是当代的一位高僧啊，他老人家一生中啊神奇的事迹啊极多啊，其实这些事儿在师父看来啊都不足为奇，所谓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两句话是证明世间一切皆具佛性啊，可惜都是为尘垢闭塞，不能透露啊。啊，一旦遇到了高僧大德，由于他的道德力所感召啊，便种种瑞相毕现啊，这也就是鼓励修道的人都要向虚云师父看齐，修头陀苦行，舍离名利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所以不一定要有神迹啊，也一样可以成功。
所以说真正修行的目标一致啊，修的是正法，这些东西是自然感召的啊。我们现在学习六部曲，很多人都有变化啊，梦境呀，有时候碰到各种情况呀啊。今天那个张居士说，在家里边念这个回向，窗帘就猛动啊，都很正常啊。这是我们修行一定有佛力的感召，一定有我们自己啊的感应，这个都很正常。不能说有了这些就不得了了，就是个魔了啊！不能这么说，有了这些正常，但是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对待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不得了的事儿，就转而追求这些，或者拿这些东西成了一个名利的东西了，这个就错了啊！就是我们照佛的教诲的方法一直修下去，老老实实修下去。这样的话变化呀会无穷的，但是呢都是自心的变化，没什么特别的。佛教徒呢戒杀生如素还只是消极的善行，此外更应常行放生才是积极的善举啊。就如南传佛教的泰国啊，虽然他们连比丘也不如素啊，他们还可能还吃素吃荤，但寺庙里啊却多设有放生祠啊，逢到佛日呢也常举行放生啊。英国人虽然不禁止屠宰动物，法律规定呢不准虐待动物啊，这些都是人类慈悲心的流露啊。我们这个属于大乘佛法，所以一般来说啊，既吃素啊也放生，寺院里边也都一般都安置这个放生池。可能尤其南方的寺院可能就更容易啊，方便。这个鼓山的涌泉寺的放生园啊，是在民国的22年6月落成的。有一位居士呢叫郑勤桥，送了一群鹅来，其中有一只雄鹅啊和大家不同，重16斤。他每听到这个木鱼之声，就张翅而迎，就叫要引航，就跑到佛殿里边。有时呢终日站在那里注视着佛像不去。这样经过了月余，有一天呢，在佛前也立化死了，战死了。所以。郑居士知道了，也要求寺庙里的人啊找出家人的规矩啊，给他过了7天火化。火化呢之后没有一点异味臭味啊，所以又给他呀筑了一个万生坑埋了。等于说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这个雄鹅立化的事也证明了。福州鼓山的涌泉寺啊，原来是海内的名刹啊，历史悠久，殿宇千重，声名福建省的第一名胜啊。所以因为它历史久远啊，导致啊深习离泊啊，以致风景优美，故雅俗混合。到了近代就变成啥，依赖佛啊做活祭者所归。啥意思呢就是做生意啊，就拿这个庙里边就是靠佛做生意啊。香客众多啊，又成了彼岸如来的集会所啊，卖佛了。这是受戒后呢只是挂名比丘啊，谁受了戒了挂个名儿，我在那儿有个名儿，自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捐资若干就可以尊为首座啊，你捐多少钱做首座啊，坐享尊荣啊。其次是知客生，亦可多分这个秤钱啊，就是大家有做法事了，就是念完了以后多的钱一块分一分。因此呢名列首座的竟多达100余人，都是100多个人都是首座，而知客生呢也80-90人。这种陋习啊是别处所无的，轩辕师父对这个呀啊非常的悲悯，但是也无可奈何。
后来呢，国民政府的林森主席啊，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前省主席啊方声涛等先后回礼，想要整顿虎山啊，但非叙庸师傅莫属啊，几经要求啊，师傅才答应的，所以才于民国的18年重回虎山加以整顿啊。自从师傅住持以后，除了重建修缮院宇诸事外，便将虎山原有的经幡啊，就是印了个大藏经的经幡加以整编，虎山的刚才说那些陋习啊全部改革了，数年来就成就这个僧伽甚多啊，培养这个僧众很多，门风严肃，海内知识啊啊，以虎山和金山高明鼎立而三，就是三个大寺院啊，这是佛教的故事土产啊，这是90多岁的老僧的毅力啊，是令人佩服佩服啊。这种你去整顿人家、啊、都跟你闹起来了，你要整顿啊，可难了。师父自18年啊回到虎山住持啊，到了23年啊，这都是民国啊，23年的时候，在2月某一个初夕啊，在打坐啊，打坐中间就似梦非梦，就看见六祖来了啊，六祖来了啊，催促他赶快回去。起初呢，他自己怀疑啊，是不是这个寿命快到了？后来在4月间呢，一晚上就3次梦见六祖，都催他赶快回去。啊，不久呢，就是广东啊，礼请他的电文道啊，师傅啊，因为是六祖道场，也有重修的必要啊，所以才又回了岭南了。这一年的冬天啊，护法呢兼请传戒，于是呢就起见道场，四众拥集，其中呢达官显贵啊，有带这个护卫吧，就是那当兵的啊。某一天晚上就入坛之时，有个居士叫江孔英啊，他的儿子站在这个藏经楼上，首先就发现这个朝西门外，就是南华寺门外有两道电光啊闪烁着来了，近前呢一看是一个老虎啊，于是大家呢都哗就是闹腾开了，这些带兵的人就准备这个拿枪要打他啊，虚云师傅啊赶快制止了啊。这时候这个虎啊就趴在这个台阶下，师傅呢就给他行了三皈依啊，并嘱咐他隐藏在深山，不要出来伤人。这个虎明白了师傅的意思了啊，做了三叩首状去了，临行又依依深恋不舍啊，老回头看师傅。以后每年啊必出巡一两次，三株野兽绝迹，偶尔还能闻到这个虎啸的声音。师父呢就出来用善言宽慰他，把他走了啊。师父当时说三皈依后，并为此做了一个偈，叫虎时皈依佛，正性无两样，人心与畜心同一光明藏。等到民国24年春天，这个李汉魂主席他调到他其他地方啊，于是呢兴建南华寺的事因为缺乏这个助缘就更艰难了。师父在戒期以后呢，应香港东华三院之请啊，这个东华三院现在还在啊，赴港啊起建水陆道场，设坛呢设在东莲觉院啊，这个东莲觉院也在啊，现在又重修了，修得特别好。香港的佛事完毕啊，师父呢又转往虎山了，辞去这个住持的职务，请元英法师继任啊。这个元英法师也讲经说法也很有名，也是个高僧。师父呢又就回到南华了啊，就先修主殿啊，主殿啊就是这个六祖大师啊三个肉身和尚这个殿啊，我前几年我去过一次。
建观音堂以及疗房等工程。在寺后的伏虎亭的北边啊，卓溪泉的南边有参天高的老柏树三株，是宋代种，早就已经枯萎了好几百年了。今年冬天突然发生，又开了发了新芽了，分新枝了啊，大家也是感叹不已。南华祖庭呢，自明代的憨山啊德清宫以后，就冷落了已经啊数百年了。啊，这个憨山大师那会儿到这个憨山大师梦游集里边也记，他到这个祖庭来说啊，也可能啊都欺负他，那没办法。就现在呢是虚云老和尚入住了以后啊，你看这个物感也是起了变化了。冬月寒枝啊，竟发嫩叶，三枝次第相融，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啊，这个说，过去传说啊，这唐朝的玄奘法师啊，到西域取经之前，灵岩似的古松，枝枝啊向西面，等到归来的时候，这个枝呢突然向东回来了，啊，这个松树的枝叶、枝条都、枝头都向东了。师父的弟子门弟子都很高兴，说啊，教主归来了啊，才到往西去迎去了，果然就迎到这个玄奘法师了啊，因此就号摩顶松。民国25年啊，潮汐啊，就是南华寺啊驻的军团长林国根来寺啊，拿了一个笼子，里边有一个白狐啊，团长啊就告诉这个狐，这白狐啊经历也很奇特。起初呢，他是在广州的白云山啊，让这个猎人给捕获了。他的朋友呢是用了40块钱买了，本来啊是做这个补品用的啊，后来看见这个白狐啊眼睛啊很亮，好像能解人意一样，于是啊不忍杀他，把他呀就这个关在广州的动物园里边啊。不久呢，他这个朋友就买这个白虎，这个朋友因为某事儿啊被连累啊关到狱里边去了，但不是他的罪，这他们这个朋友这个妻子就怀疑就是因为把这个狐狸给关起来的原因，这个报复啊报应，于是呢设法又把他这个狐买来了啊，请这个林团长带到这个寺里面。这样虚云师父啊，就给他这个狐狸做了三规五戒，放在后山的山林里边，但是每天都要来寺里边求食，四生都喂他啊。从受戒以后就不吃肉了啊，喜欢吃这个水果那一类的东西。修寺的工匠呢就游戏就拿肉块掺着果子给喂他吃，这个狐狸吃了以后发现了，就拿两个爪子磨着地啊，就怒目瞪着这个人。有一天呢，为乡人啊就追逐啊，他自己就爬到十丈高的树巅，抱着树枝啊就长嚎不已啊。寺里的沙弥见了就告诉方丈，师父就出来展望啊。白虎一看见这个虚云老和呢，就跑下来啊，就好像那个驯服了那样的那个那个小狗一样，看见主人一般，于是就把它带回到寺里边啊，也找了个地方养蓄养了。有时候放出来呢啊，就是在寺的前面啊盘旋啊。有一天呢，就是以前那个蒋介石他到这个寺里边啊，他也有随从，看见这个白狐啊也要打啊，后来也制止不让打，而且这个狐狸啊在前面摇手摆尾引导着他进了这个寺里边，这引到这个师傅的前头去啊，跑到这个大殿，他又飞跑到方丈室，用嘴啊拉着这个师傅的衣服，把他拉下楼，跟这蒋介石会面啊，大家都互相一说都是大笑不已。
有一天这个白虎不知道、怎么让车给碾伤了，啊，匍匐不起。师父呢也是为他说法，啊，狐狸啊点首会意而逝，沉尸两日不变，后来也是送葬埋到后山。民国的26年，虚云师父啊与冲戒后，应广州居士啊居士陵寝啊去讲经。这时呢，有西藏的荣增堪布活佛和罗格根桑等十余人来皈依佛师父。第二年啊，受戒后，第二次抵这个广州讲经。讲完以后又赴香港的东莲圆觉东莲觉园建大悲法会。秋末呢返到南华，啊，这一年呀、日本人开始侵华了，啊，终于战争打起来。民国28年是师父100岁了，100岁。因为各省啊都有战士，但是到寺里边来求戒的人啊更多了。师父就提议正大这个抗日战争期间，居民损伤甚重啊，凡为佛子呢都应该各发心。于是乃设坛啊，每日领众礼忏2小时，见亡惜灾。寺内全体大众啊，俭省晚食，结余的余粮都捐献给国家，僧众呢都积极赞助施行。民国30年的冲戒后，就是迅速的完成各处的殿宇工程了，已竣工的也是有8、9。师父呀，将近2年来弟子和善信所赠与私人的供养金啊，20余万元，都交给广东省政府作为赈济之用，自己啊不恤于丝毫。因曲江一带缺粮，饥民甚多，就用来让自己，他们这弟子给他的钱20多万都交给政府去赈灾去。这个时候这个师父已经100岁了。民国31年春节后春节的时候有树神啊求戒的奇迹啊，又有个奇迹。原来这个南华寺啊头山门内引道的西边新造的放生池边啊，有一只古樟树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树高参天，周围进藏。过去南华寺每逢的2月8日主师诞辰就可能指的六祖大师，即在此树的四周成了酒肉寺成了个闹事儿乡人来参拜亦视作血食之神庙，供那个肉食鸡啊鱼啊肉啊那一类。自从这个虚云师父住持以后看见这些很狼藉昏聩，发心要把这些清除了，就依准古规矩，昏酒不许入山门之力，严神告诫，同时派方外人加以纠正，请地方官严禁，并在樟树下呢建了一个土地祠来以正治。这样经过了几年才把这个恶俗完成。这一年的春戒中会有行者来求比丘戒，问他的剃度师是谁，准备了三衣薄具没有，他都答没有因为他恳求很恳切那接受了赐法名叫长谷未进戒堂前服役勤劳，打扫全寺，不烧懈怠，性情缄默不说话，不语重言。进了戒堂呢，学戒已事事能如法，但是等到三坛大戒圆满了这个戒经讲完了以后，这个人突然就失踪了，而给他的袈裟戒具等都留在这个戒堂了，人们到处找不着，慢慢久久也忘。但是到了第二年戒期之前，师父就忽然梦见这个人来说这个戒典来了，问他住在哪儿呢，他说和土地同居
啊，师傅就明白这是个樟树神来求戒了，于是到这个老樟树下把他的戒典给烧了啊，烧了给他。这一年的夏秋间啊，广州城沦陷，让日本占，省政府呢就搬迁到曲江，军政人员时常来南华寺，啊，这个日本啊就侦查，以为这个寺院啊实际是开会的地儿，就七月中啊，果然有这个险要多人啊来寺院，不久这个飞机有八架来了，就绕寺不去。虚云师傅知道了以后，立即啊就让各僧归寮，来客入主事殿，啊，师傅独自一人啊在这个大殿啊拈香趺坐。不久呢，一个飞机就俯冲而下，啊，投了一颗炸弹，啊，投到这个寺庙外的河边树林中间，没有伤亡。这个群机啊又围绕不去，结果呢，啊，在这个寺院的西南十里叫马坝的地方，忽然有两个飞机互相撞，机毁人亡。从那以后啊，这个日本人这个飞机再不敢来了，啊，往南北飞行都绕过这个地方才飞，不敢到这儿。这一年的冬天呢，国民政府主席林公啊和中央各院部长派屈应光、张子廉两居士到寺院，迎请屈云师傅啊前往重庆见西斋法会。屈云师傅呢于十一月六日啊启程到南岳衡山进香，广西桂林的行营主任李继称派许国柱居士来接，到了桂林啊，住在月牙山，示众皈依者甚多，啊，到了贵州驻西啊乾宁寺，广庙和尚请上堂开示，抵到四川重庆，府院及各寺啊到站迎接，虚云师傅和主席啊林公及法堂会长戴公啊戴季陶等商定后，在慈云、华严两寺分界护国西斋法会。次年一月，在西斋法会修忏仪，至二十六日圆满。啊，这个林主席啊，这个当时那些政府首脑吧，分别设斋供养。师父由于重庆回南华的时候啊。各巨公啊，就是这些大头政府头脑啊，都均赠以名贵古玩宝玉及字画等，悉数多造五大箱，这个是来钱了。师父于沿途啊就分赠与人啊，全送人。他的侍者就问他原因，师父就说啊，徒费保存，徒乱人意啊，所以不留一物，沿途皈依者有全送人，沿途皈依者有四千余人，所收供养也一一令逝者为因登记，拨作修建海会塔之用。看师父都这样，逐渐虚云师法，身外已无可留恋者，此时出世行者之本色。今人能像虚师这样看得开放得下的又有几人呢？就是咱们要学啊，学这个啊，你说咱弄啥都这个也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啊，你想入定你就定不了，为啥呢？坐在那儿你就想了，哎呦，我有个收的那个东西保不保险啊，可以有小偷偷上来偷上，你放不下，你定不下去，你咋能定呢？你说我等想往生了啊，看你孙子哪那么活泼，哎呀，我还没给他挣够钱呢，我咋能往生呢？往生不了，啊，是咱们学习得学这个东西，放下，啥都得放下，你不放下不行，啊，不行，修不成。虚云师父自这个 PT 以来啊，至今已九十余年了，从不住持县城寺院，不受别人分圣的供养，
四众弟子啊，前后得戒，得戒度者万余人，啊，皈依的呢百十万人。他经手新界的大小凡刹凡宇啊数十处，啊，像云南的云栖寺，啊，广东北面的南华寺，啊，都是花费了啊百数十万银元啊。啊，那会儿用的都是银元，啊，师傅终生都是一纳随身，一粒一杯架，啊，行脚到海那位，他我看别的资料说，这个师傅啊，穿那个家那个衣服啊，哎，一年不洗一次，永远不洗，啊，他是都有那个油腻儿很多，啊，但是从来没味儿，他们就说，我看那些资料说。就是咱们穿几天可能味儿死了啊，没味儿啊，虽然脏但没味儿。那，啊，好像他每年啊过年时候洗一次啊，这一年下来就是一身衣服再不变啊，所以自己都苦修啊，你说这么多的钱啊依然苦修不沾一点啊，这样的话从，他一旦说，哎，这个寺庙建成了，好了，他立即另选贤能，前人住持，自己又走了。他从民国的23年的8月，啊，到广州重新这个南华寺，啊，预期十个事儿，次第完成了，做了10个工程吧。到民国的32年啊，又将南华的职务交给弟子妇人来主持，自己啊又背起一粒一杯架一纳随身，啊，又到哪儿？到汝源中心云门寺去。啊，师父于民国29年时啊，承协这个广东的僧人叫福果，到曲江的汝源各地啊寻访。灵树道场为后啊，等到抵达这个云门山的时候，看见啊荆棘丛中残存古寺内呢肉身一尊啊，也是云门开宗道场，师父呢就拜倒在主庭啊，不禁凄然泪下。幸亏啊有一个僧人叫明空的一个人，在民国27年来此，清苦自持，独是主事相护。啊，据他说呢，因为困苦万端呀，如果不重新，这个寺庙啊就淹没。师父呢就重返南华，邀同啊地方的名流之术，请他们啊重新主庭。于是把南华就交付给弟子后啊，李汉魂等啊，就当地的一些名人吧啊，诸人送师父到云门来住息了。重新云门啊，这个很艰巨。当时师父是这时候是民国32年12月，师父已经105岁。33年的夏间，南华寺啊建水陆道场啊，前一个月啊山峰啊倾巢，就是那个风那个蜜蜂巢，山里边风啊倾巢而来啊。巨如拇指那么大，先生在法堂的左右啊，朗各筑了一个大巢，好像是大灯笼啊，编制很细致，啊，图案很千重万叠的，很好看，很美观。后来呢，又到这个潮汐的门外大树上结了一个，比南韩更大，啊，风呢也不遮人，严守纪律。这时候四众弟子都说是神风来朝拜礼佛来，啊，师父由云门归来主持道场，啊，由他们领着去观察。看了以后啊，啊，他自己说，这恐怕呀，啊，将有事发生了。他说这叫四方风动，啊，恐怕会有战争，啊，有兵事起来，啊，但是呢，没有什么大碍。如果有事儿，我会派人来迎接你。他是跟这个叫有一个叫程学礼的一个人说，居士说，
等到道场圆满了啊，师父又返回云门，到腊月的十二日啊，果然这个日本人啊就攻陷了曲江了啊。十八呀，将入夜时候，土匪啊就觊觎这个寺庙啊，来避祸的这些妇人啊，想抢劫这个南华寺。等到这个匪徒把这个运这个财物出寺，不到半点钟呢，就云门派来这个接啊陈学礼居士的僧人来接踵而至，可见这个师父提前都知道。有江西南昌的姓徐的一个女的啊，没有出嫁啊。这个在清江地方有个叫谢双湖的啊，从事医生这个职业，年纪已经五十余岁了啊。因为啊没孩子啊，听说这个这个徐氏女名字听说了，就把她娶来了啊。这个徐氏女听说这个谢双湖呢也信佛的啊，就答应了。但是新婚之夜呢不能同房，为啥呢？这个女孩子在婚前啊曾经有怪物附身啊，向这个女孩子求爱啊。这个女孩虽然艰巨，但是呢这怪物缠着她不走啊，折腾死了啊，时来时去弄不了。这个谢双湖呢一开始不知道啊，等到娶回来了啊也没办法，哎，也没招。到了民国三十一年啊，这个到清江县的清静庵啊常开法师门下出家做了尼姑了，法名叫眼慧。但是这个怪物呢还是往来如常，还没招。这个常开法师就对他说啊，我听说这个虚云师傅老和尚呀在岭南那里，那是一个当代一个大德啊，你何不去那儿去礼拜啊。随于32年的春节期间呢，由双湖啊他的这个丈夫谢双湖啊陪伴到南华七界啊受戒了。一日过堂绕佛，这个女的就突然晕倒了，很久才苏醒啊。既得了戒以后，这个怪物才告诉这个女的，你现在已经得戒了，我呢先对你没办法了啊，从今以后啊每天去观察你啊，每天等机会折腾你，否则呢要不然你得给我也去见去啊，也给他受戒去才行啊。这个女的呢就告诉这个师傅了，这个形容这个长相这个女的说，求戒的啊就需要有姓名啊容相，你来去无踪又无姓氏，怎么能得戒呢？这个怪物就告诉他，我叫黑龙江啊，容相啊这个容貌啊好办他自己啊就拿让这个女的拿这个笔哗哗一会儿就那个水画出来一个龙头人身，菱角皆背，这是一个怪物啊。由这个女的呀抱着去跪请虚云师傅给他说幽冥戒啊，这样的话就后患才绝了。在民国三十四年春天，师傅啊往南华传戒啊，云门寺啊就住了有两个僧人，一个僧人叫古根，一个僧人叫传真啊，同居在一个疗房里边。这个古根啊因为有小病啊就不去上晚课了念佛，传真一个人也懒得去，说算了我也不去了啊。一会儿这个房门就开了，看见有一个局长，一个人啊局长有一个黑影抓着这个传真就扔在地上就骂着，就说是菩萨开道场成就你们啊，你现在啊懒惰不上殿啊，不知惭愧，该打啊。说完就打他屁股打了数十下。这个古根因为有病就惊醒看见一个黑影出去了，大家过来看这个
船只被打的地方就黑淤晕肿臃肿了啊，治了月余才好。这个后来就是第二天晚上有一个僧人是个军人出身的啊，就能也会武术，可能是拿了一个铁棒子睡在这个船针床上啊，想看看咋回事。没一会儿这黑影又到了，这个僧人想起来跟他斗，结果全身就好像被绑了不能动了。这僧人说啊，你存心不良，既然出家为佛弟子了啊，就应该去掉军人的习气啊，我今天不打你啊，等你啊自己悔悟吧，否则啊也得受惩罚。黑人走了以后，这个僧人吓得跑了。四月后师父从南华回来寺院啊，晚上夜深啊，打坐中间看见一个青袍白须的老翁啊，来给他说了，说我呀住在这个后山已经数百年了啊，师父呢往南华的时候啊，我正好赶上，我也正好出去了啊，我的孙辈儿啊，他自己啊来骚扰了这些出家僧人了啊，我已经把他责罚了，现在向师父啊请罪。师父就说啊，既然形态啊各异啊，互相不要骚扰啊，各自安居就好啊，不要多出现了。这样这个老翁辞谢了以后啊，不来了。后来据他们当地人说，这是后山一块老狐，那是一窝狐狸，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民国34年因日本投降而停战。35年7月7日啊，为抗战10周年纪念，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寺院啊诵经啊，追荐这个阵亡将士和死难的人民。广东省的佛教会也委派代表到云门寺迎请虚云和尚啊到广州主政啊，师父冒着酷暑啊去，在9月17日到了净慧寺啊，就是六榕寺，见水陆道场齐奏乐。结坛的时候啊，有一个桃树株忽然就开花了啊，以前啊师父在云南也是感到这个枯萎重开啊，在南华赶这个宋柏复活啊，现在又是一场瑞霞啊，这个参观的人啊多极了啊。当时呢也有一个叫真壁山的居士把这个也绣了一幅画，叫桃花古佛图，也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也记载这个事儿。啊，这个时候师父呢已经107岁。